护航十四年来，护航任务不断拓展，越来越多的外国船舶主动申请加入中国海军的护航队伍。中国海军以负责任的态度和过硬的素质向世人昭示，中国海军是亚丁湾上最值得信赖的一支和平力量，有能力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更优质的公共安全资源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的贡献。在印度洋的索科特拉岛遭遇了七八级的强风，我们海军护航编队从接护点 A 点驶出了120多海里与我会合，非常的激动，特别的温暖。